咱的 boss 伊主播介绍吼，伊会安尼伫咧顶头大家了解吼。啊，即摆伊是咱台湾民政府的第一副总理吼。来，咱各位同事，请起立。起立，请坐。
那个尝试给大家支持一下。第三个是 WHO， 是 WHO 是什么？是世界卫生组织。WHO 和 WHA 有什么关系？新民歌是 WHO， 新民歌是 WHA。啊 ，Rocky， 你在 Rocky， 但你话报名你在啊？啊来，一、那个斯里兰卡，斯里兰卡哦。2004年12月25号，tsunami 怎样讲？海啸 ，tsunami 就是海啸哦。啊，对，斯里兰卡啊，冲起来哦，哦，你看哦，到处像打都打那么，都倒了哈、哦，学生没有办法上课，我去那边两个礼拜，慢慢看病。啊，来印度。印度，我都到印度南边去哦，印度的北边哦，很发达呢，像孟买啦、加尔各答啦、New Delhi 啊、新德里啊，那是比我们台湾更发达的地方。可是印度的南部非常落后，啊，拢无开发的，有别的事啊，没有医生，奇怪，医生都没有看过医生啊、哦，还有这个叶医师。这个在你们的公民报销叶医师啊，喜安来公叶医师，叶克模叶医师也在这。老李来，啊，这个也很要紧，这个华理哈、啊，我们既然是高级班，我要把那个，我们常常我来上过高级班以后，我回去哈、啊，啊，看完每个人说到哈，讲。十分钟啊，都干无人讲嘞，啊，人就话是啊，安尼只，啊，同解，嘴开开，嗯，我有感觉这个痛苦，我有经验到这个要说服人家，所以今天我特别整理了一套，这个如何和人家交谈很快的，哦，15分、20分就把整个我们的理论我浓缩起来，哦，那你如何在短时间以内说服人家？你如果不在短时间内说服人家哦，你甲讲一点钟。阿姨，等下啊，你的空气话唔知影，啊，几条时间哦？那、啊、我这个等一下，我这个一定要讲这个华语，哎，浓缩起来，怎么样讲，人家才会很快的相信哦。这个华语，好、哦，这个我事实上哦，我在这里，哦，我底下就部呢，6年的常务董事。3年的董事长，啊、8年的院长，啊，我不能比啊，我们高到17档比辛劳了哈。啊，我4年前退休啊，退休的时候，那个我有一个好朋友，来退休感恩礼拜的时候，他说，你那个感恩礼拜能不能让我10分钟讲话？啊、因为我们总会规定说90分钟内一定要完成，啊，结果大了关系了关关点拢拢搞哦，排得满满的。我说老兄，对不起，你只能来不能讲话。啊，他说好，没有关系，不能讲话我也去。那是我的好朋友，叫做姓陈，陈仲谋。班长，请同学时间，4年前去找我。我告诉你，一拜水，我告诉你，我要买土地。伊拉讲哦，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，哦啊，让你了解，啊，以后你就来当卫生部长，哦，哎，就要去做卫生部长。啊，我讲老兄，开始哦，劳命一下。我这以前我当医生当了40多年了，哈、哦，啊，就让我想一想，很辛苦的，哦，哦。啊、所以自那时候4年前起，我就电视也不看，报纸也没有看什么，我的岁数一概不上。我以前的什么民进党在做什么，我不是民进党员啊，我嘛无加入国民党嘛，我加入我这个人就倒过来，国民那个人陈光远一定会叫你加入国民党嘛，对不对？你看我就无加入，一旦拒绝哈，那、啊、民进党叫我去我也不去，可是。我有一颗爱台湾的心，用北京话讲爱吼，就是无依无属啦。来讲啥呢？我有一颗疼台湾的心。疼台湾的心哦，大家嘛爱台湾，人江泽民嘛讲我爱台湾。
伊嘛讲爱台湾，哎，敢有影真正爱台湾？有啊，爱咱遮钱啊，爱咱遮土地啦，真正。可是咱台湾人真正有一颗疼台湾的心哦，我有知道。啊，所以以前呢还不晓得这个是说，哦，那阿扁的酸库，谢长廷的酸库，哦，我叫我落去台下顶演讲啦，啥物啥啦，啊，去世界卫生组织那块做我带队啊，适当。伊遐画啥物人，我讲我正咧讲个，哦，我拢去画啥物啥物啥啥啥啥子，我感觉我神啦。你们这些是孤狼孤豪啊，所以讲好像劳命。我甲陈仲谋先生也感觉足够劳，讲劳命，开始我，我过一个好生活啦，啊，我去找着一个头路啦，都无钱啊。我两个孙啊，一个一年，一个五年的，啊，这两个哦，吃我道道啊，你别叼我啦，阿公，我要吃你，阿囡仔，快快来，阿囡仔，换你讲话咧，哦，哎，换你讲话咧啦，对无？啊，足爽快啊，啊，做咩就做咩好听啊，安尼，即，哦，真正吃我道道啊，吼，啊，咱都欢喜咧。啊，逐日载伊去上课，啊，载伊去上课，啊，我做黑只迄个油品吼，细只油品，我油品是装出进去吼，我油品放伫安平。你遐一个安平的议员，迄个汪议员有伫遮无？哎，迄哦三届当我的议员安平，哎，啊，我即只船啊，伫放伫安平，啊，我一日来三五摆，我一只快艇安平，我一只走上进。哦、我一礼拜开，拜我拜拜我开，泡茶四点，我都九点睡觉了哈，啊四点就起床了。我生活很规律，哦，啊去飙船，我唔是咧钓鱼呢，我飙船，甚至说飙船你知影吼、哦啊？我还敢招四十只，你唔知影四十只老劲无？四十节到七十五公里啊，船还敢招翻，这么简单的哈？哎、啊，我就一礼拜去飙两摆。啊，去游泳，一礼拜游泳两摆，一摆一千公尺，好啊，对，啥物都无要紧，身体好咧，上要紧个对无？哦，啊，阵来到载囡仔啦，虽然了厝学斗斗袂要紧啊，欢喜甲玩，安尼安载囡仔载囡仔吼，安尼。比较一当前，一年前吼，我有一个同学吼，伫大学的同学，伊嫁一个妹仔好啊，啊，这个妹仔是什么妹仔呢？是。在美国圣地亚哥一个蔡蔡平华先生，你知影蔡平华无？在哦，啊，搁一个王峰卓，就是原来是国色国文，伫伊个圣地亚哥，因两个伫遐咧拍片，教会咧努力，啊，伊伫教会咧演讲，啊，请一个迄个 sponsor， 不是 sponsor， 迄个咧回答。哦，你一讲话了，有一个，起来讲，哎、欸，你讲啥？我跟你问啥啥？伊个爱做员工的人，啊，去请一个迄个人哦，做真正做员工，迄、那个人哦，是美国哈佛大学的精神科主任教授，啊，是美国的院士，啊，是咱台湾的中华民国的院士，哦，中央研究院院士，伊、啊、个是研究精神遗传，进行精神遗传。啊，所以世界脱贫，今天脱贫，啊，寄迄个我看，我睇，哎，啊，迄、那个，迄前高档捌插这书的人，过来当兵，扛人个，迄个是阮乡的，阮大哥啊，啊，阮大哥是世界著名的迄个精神医学的遗传因子 ，genetic 的迄个范围啦，所以，伊讲，哎、欸，啊，这块人的岁数啊，捌来插的人啊，扛人个，在去听演讲，哎呀，哎呀，那人。讨论这个问题啊，啊伊甲臭流氓讲，哎、欸，啊你是安那，你安尼走来走去，啊你敢会无好讲，都该掠去枪杀啊，哦，伊安就是条麻烦着，咱台湾人是够胆拢安尼嘛，你若敢会落去掠去枪杀啊，掠去撞啥掠，伊讲就该无，那就对呀。啊，我甲听来讲，哎、欸，他们在讲的也有他们的道理啊，这个他们是就是民间物嘛，哦，那时候一年前我还是想他们呢、啊，哎、欸，他们讲的也不错。所以从那时候起，我就天天困伫迄个电脑。哦，我虽然高点咧困，以后从那一天以后，我到一两点、三四点，问着啊低空啊，阿、啊、要来飙船啦，安尼都是这样哦。从三要到一个月都困，
我将所有的论述，啊，一直到陈忠谋的，还有李市长的，还有侯志远的，出现，我啥啥个，我这个人就是安尼，啊，我印象这代志吼，我就一直要载落去，啊，就是硬一到底，啊，所以我大家讲，哎，这个真正，较早我咧，你参民进党咧参民现在，拢无结果。啊，所以我讲，我要要命嘞，我要做一个退休时段。很多我去读着资料吼，我感觉我会。迄颗那颗骗台湾的心，你知无？我全部一直在瞄起来，是我会。啊，这有影，真正有台湾来拍拼，哦。啊，像当面咧家己咧，家己咧娱乐，啊，家己咧咧去，安尼叫艺术。做人安尼是啊，家己为着家己尔，无啥意思。所以我一直讲。即摆台南州先去表话啦，啊拜我就去啦吼，拜三拜四啦。这是哦，啊所以你今仔日你高级班哦，高级班的廖群建书哦，建书是就是永远的公务人员哦。啊恁若阵较早我咱读的安尼哦，啊等于用门口地讲啊，哎啊你怎讲无话啊？现在还闹皮呢，所以我今仔日哦，我来大家复习一下如何不闹皮。哦，哎这理论。因为若普通人要讲吼，啊，讲了一两点钟、三点钟，讲啊人也听无。啊，好啊好啊，你讲啊，我拢从来我经常讲啊，讲到讲一半就，哎，这是先我都讲袂落来，啊，都变讲到跟生疏啦。啊，我虽然我捌出错，但是我有去啊慢慢仔去整理，整理是做，变啊共说服的，哎，要共说服吼，毋是讲啊，就是安那安那啦，你系理论是对。你这个是对对来的，你袂当讲，那都一般拢安尼，那个是在辩论上是不行的啦吼。伊对位讲这个，你讲入俗美战，入俗是安那是入俗，你讲有错？简单几句就爱讲个明白，你就简单。吼、哦，咱一定要我这是啊，所以过三冬以后，过我也消化了，啊，虽然有人都一头不栽进来啊，啊，我甲第四对方。我无要做官，我无要做官吼。我永远的义工，我就是要拍平安尼吼。啊，你要排什么生，拢免甲，什么职位拢免搞个。等下再见吼，甲发表下吼，迄是再见发表。我讲我就是要，就你若甲叫声，我就。啊，拄啊，即摆要叫我去义工个，吼，要去开会啦，有人派我啦。啊，我就拄啊，阮一个孙啊，啥要结婚啦，啥要讲话啦，啥，拄啊，人无法度去，我拢无去个。我顶个嘛去，知道就袂安怎想个。知道去美国吼，恁知有小可发生代志嘛吼？迄个大家心肝无坚定嘛吼，啊，重要重点，我看还是重要重点。迄个论述吼，那伊那大家作用的呢？那个草莓花突出些吧，像伊那大家拢作用的。不过，那个心吼，重要性保存嘛，重要性保存有一个危险嘞，就是啥嘞？流氓政府会甲你掠嘞。咱真是拢伫 USMG 美国军政府的保护下开的民政府，国民党唔敢甲咱哪样嘞？你若是踏出这个民政府哦，他怎样？国民党要甲你杀掉，甲你杀，你是要哪样？你违法，你叛乱组织，是吧？吼，这样，所以小可有较偏，较近视，他是这样很不好的事情嘛，吼，因为啊。即摆过稍三冬也好生活，哦，安尼无忧在先，啊，即摆开始搁一头又栽进来了吼、哦，但是我感觉啦，但是讲虽然咧自我道道，嘿，我感觉，啊，虽然这足难过，我来遮咧上课，家己了，当初家己徛来家己坐诶，伊要打新车嘛，或者啥拢弄咧，其实我拢家己迄个，哦，啊，就是义务诶嘛，但是迄个义务来做，我就是用出心情。对，做诶，啊，所以伊来去装钱块，生我拢毋捌怎样吼，我家己了解上过，对不对？我要回馈，我用我诶来吼，所以说，我是来甲伊跳诶，啊，本来要过着退休老生活，啊，是来甲伊就是，好吗？即个心，等下无听来讲着迄个心诶，等下无听来讲着迄个心脏吼，会可能会讲诶吼。好啦，即摆较夯诶问题就是 HCN9即个问题嘛吼。这两日咱刚刚讲啊，台湾迄个啊要死啊，唔食死吼，迄个台湾钓一个尔咯，啊，我从中国转来嘿。啊，什么叫做 HT？H7N9？
来，再来公正。甲型流感病毒 H7N9 H 就是血液啦，哦 H M H 是血液 ，N 是神经的，哦，啊所以神经诶、欸、血液归何到神经归何合起来就是一项病啦，哈、哦。来，所谓的 HCN9 的病毒名称缩写就是 H， 就是这个叫血液嘛 ，Hemoglobin 就是血球凝血素。N 就是迄个 neuronal 神经氨酸酶，哦，啊，这两种病毒在抗原名称哦，来叫做 HCN9， 这个意思就是讲 H 第七型的血球病毒，当 N9 的神经氨酸酶病毒来，这个 H 哈、哦，拢总会当十八种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二、十六个 H。RN 呢，到伊个病态病态到高量，啊、嗯，啊，所以有可能就是迄个 H 十六 N 九后腔病毒啦，啊是 HN1N1 流行过嘛，吼、哦，啊是 H5N1 捌流行过，张台大有报一个讲，伊一个囡仔感染着啥 H3N2， 哦，昨昏感染着一个囡仔 H3N2。来，我即摆讲，我不要恁知影讲，哎，即款的吼，即款的拢是流行病毒，即个流感病毒。来，咱普通吼，咱普通的迄个感冒吼，分做两种的吼。第一种是普通的感冒，是白菌的细菌性的，迄种一般的感冒，叫比如拿红点子啊，拿那个老虎剂，啊，像在迄叫做普通的感冒。啊，咱若讲着流行性感冒，所谓流行性感冒是病毒性的感冒，就是新冠病毒、哦梅毒、感冒两种，普通感冒跟流行性感冒两种，哦，啊流行性的就是病毒性，啊普通的感冒是细菌性，细菌跟病毒 virus 不很快的哦，两种病哦。来，加工 H7N9 原本属于第一致病性感冒病毒，仅在前先发现哦，懂不懂？给它教啊，以前未发现过人的感染哦，对，这是叫给它教啊来啦哦。但是哦，比咱隔壁迄个国家哦，那才是前二三岁才有啊啦，啊因哦。啊，因绝对拢骗啊，拢骗啊，讲无啦。骗，他早来 SARS 嘛是安尼呢 ？SARS 吼，伊甲咱骗足，死足侪人啊，也安尼讲无呢。啊，是世界卫生所老岁仔讲完，伊甲讲到，咦，这都拢是 SARS 啊，啊乖乖来讲，啊，这个是安怎个？伊乖乖来讲，来，病例所示在中国。就是说呢，《纽约时报》中午晚，伊四月初甲报道讲，上海有两个人感染，啊去世，叫外国报纸甲报咧，伊就讲唔敢，伊为啥物咯？敢讲个咧？讲啊有啦，哦有啦，安尼有啦，有这病，啊了，一日伊就开始讲，哦，到时你贵个，我拢有人无啥物相信你这事的，讲伊无得就不行，走不行，还是老济个吼，啊这个。即、这个吼、哦，近目前较主要是伫个长江三角洲啦，因为即摆个即个病毒是伫后面，即、这个伫飞个所在飞吼，或者讲台湾即个，啊是礁溪遐拢会飞来，后面会飞来啊。啊，搁即摆一个较要紧个问题就是中国客啊，中国客拢咧来啊，就你讲几千啊、七千啊、几千咧来，迄有人迄种惊人嘞。啊，老啊，干娘啊，爱情高，爱情娘啊，迄个。啊，太钱包了，没有啊？这种的，这种的，但是这天无叫传染了，咱明天再来讲。哦。这个哦，这款 HCN9 吼，有一个较可怕的所在就是，动物去钓到这吼、个，未死，啊未死，你着安那？你未发病啊？对不？你未死，佮知影伊咧钓这个。啊！若较早迄 H1N1 还是 H1N1 咧，迄钓着呐，规条拢
拢死了了呢，拢着加济啦，是毋是？规条死了了，哦，来啦，即、這个病来啦，大家都咱着注意啦。讲诶，卫生局啊，什么什么来分哦，来什么，啊，无死的来迄哦，安尼啊，但是这个未死，啊未死了，啊等到发现就办，啊所以有一个危险性哦。伊虽然得病，咱也毋知影。哦，遐其他鸟也得病，未死啊。啊，你所以你较毋知啦，哦。啊，所以讲，迄、那个病毒在民间传播，而不能被饲养者不是卫生部门及时发觉，那发觉不到啊。哦，伊咧口慢，口慢就加啦。好啦，即、這个咱知影即个 H 是 H 狗吼，伊事实上就是，咱刚才讲伊是迄个病毒性的。啊，所以若是病毒性的感染吼，一定就是卫生部门啦。骨头酸痛，啊，发烧，这流行性感冒的特色，哦，这咳嗽、发烧、嘴后肺炎、呼吸困难、潜伏期，好啦，新苗的潜伏期 ，incubation period， 新苗的潜伏期，就是讲，我今仔得病，啊，我叫人胃病，偌久才发病啊，这叫做潜伏期，哦，啊是。Incubation period， 清晨的七日的，所以我今天用胃掉，我今天、明天、后天我都没事了，差不多一个礼拜，差不多四天到七天，你才会发病的，哦，那时候你才会发病的，哦，这叫做潜伏期的，第二个病毒预备期，它不会马上就显现出来了，哦。好啦，啊是伊对这个传染，这个病毒对这个传染，伊就是对迄个鸡仔鸟的分泌物啦，爱是排泄物，鸡伊放屎尿啦，什么啦，鸡屎啦、鸭屎啦，迄款的，对迄款的咧传播啦，哦，啊，迄款若流入去水，啊，伫水就飘，啊，就对啦，吼，啊，所以感染的途径有两项，主要是两项，就是一种就是伊若飞起来呼吸。对呼吸道感染哦，张嘴就叫哦，啊，搁一项，你水咧流线啊，你无汗无塞，我出来甲你摸摸咧，甲你摸摸咧，你洗碗摸摸咧，了，摕物件来食啊食，对，吼、哦，感染有两种，就是一种是喘气，啊，一种是对水啦啥接触传染，啊是食物件传染，哦，这是迄个传染的方法，啊，所以咱若够知影。以传染方法，咱就知影人预防啦。哦，要哪预防？你做我，你都穿鬼啊！啊，穿鬼你要先，你要挂口罩啊！哦，啊挂口罩吼，挂一般的口罩得，唔能挂啦，唔能挂个 N95 啦吼。N95 都做歹穿鬼呢。N95 挂，一旦挂，瞬间就做厉害啦。啊吼，这款吼，咱第三分钟咧，穿鬼个，这叫做。这叫做外科口罩，外科的口罩对，下面有我们这边接的哈。啊，那这块哦，这块 SARS 的哈，这块，这块叫做 N95 的哈，这样哦，就是那个拍口都没明白了。啊，说但是穿裤怎么会穿的？哦，啊，所以大些就好。那棉套，啊，唔免大些啊。以这块的病毒哦，是这块的都 OK 哦，所以你免去。哦，我讲讲，有人讲过讲，我家从来袂饮酒的，哎呦，真难听啊！你嘴干口，你挂迄挂这就有效啦，就有效啦，唔通去挂迄迄种的啊！哎，好啦，伊这个人就是讲哦，候鸟迁徙时将病毒传到中国三角洲的可能性较大啊。来，加一个画面，刚才讲的就是这个啦。疫苗研发期通常需要6到8个月，哦，那像不管疫苗要做出来哦，不是随手做出来哦。啊，所以，咱台湾有一间国光，有要做了哈、哦，啊，有要做，他说大概8月吧，哎，什么时候会？哦，伊在做足久呢，啊，他要不要做还是问题，伊若你交遐侪钱去做。啊，做完以后没有流行，啊，怎啊啦？他讲嘢啊，都打，都掉了呢。
哦，你投资的我歹留呢，啊，你若唔做，你留下来你赚袂到啦。哦，啊，所以伊即摆要做啊，可能讲，那是变回出来啦，疫苗啦，吼、哦。哇，这都讲的，讲几条死狗，条死鬼的人，是不是？这我拢无啥物个想认真啦。后壁问题我搞一个零啦，是这样，真正是啦。啊，这报道你等到我开个，人去倒。